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生命值都很高的。我不太买的 bug， 他晕不到我，还可以。不过他药比较多，他也是带的残剑，但是我还是能触发砍倒。哎，不出来。我就和我的面对我。没蓝了我。叫 W？ 哎，你小子这样叫 W？ 头发怎么折了？我买了染发膏，输了两下子。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威力这么大，我本来想留卷一点点的，就是它原本是太卷了，我就想留卷一点点，然后我输了两下子，他妈的就等了四分还四五分钟吧，然后它就变得特别特别直，而且还特别有弹性。我以前看你们这些头发。就像我现在这种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叉，看起来就很柔顺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他们就是好像是买了软发膏，输了两下子就变得很柔顺很直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分叉。我感觉我现在的发质也特别好。我买的好像是50块钱一瓶的，应该可以用个十来次左右吧。牛逼！先不解答吧，我觉得没必要解。他这个就是白给。他出过大腰带，我刚好点了砍倒。他应该会跳上来，我等着。嘿嘿，你要像他们白金的话，他们再怎么坑我一点都不会生气，因为他们白金我也没有考虑，没有指望他们能有多厉害。那昨天那个超凡大师就有点太过分了，太他妈欺人太甚了。白给主播看起来好老，别乱说我，我今年才13岁。小将，我告诉你诽谤我，我有闪现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把牛筋秒了。就他一个好像。上路是你该来的吗？一个小小 ABC。我要经验升13级的，然后还有一分钟，是我吃这镀层只要几十秒就够，该要分就分吧，要分就一起拆吧，我上路守一波，他可能是怕我拆不完，但其实我拆很快。怎么这么远？等他白盾没了再丢东西炸。我操！怎么死的呀？吸血鬼打船长的话能看得住吸血鬼这一套，加 W 等他 W 起身了就可以反打了。船长不太好先手边的，
那只能交闪，火龙都不要了。有帽柄，我就跟我的船一样。被减速了，你会 A 再 A 呀、啊、不 A 啦，你还很会 A。Q 他一下，有没有 Q？ 你这 Q 拉了一笔，我操！怎么飞上来了？这咋办？他妈怎么？我他妈想飞这里来划他的，我操！打扰了，兄弟们。电脑卡，完了！你为什么不成龙啊？600滴血你也不成啊？不是600滴血他也不成龙啊？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有同事。你开的龙啊，你开的龙600滴血你都不逞的跑了还玩呢，你好意思说。What the kill?这才是主播的实力嘛！抢！我操！哎，我应该预判一下他闪现，傻逼了。又给他杀一波，好，伤害有这么高吗？还行吧，我大一魔刀他还捉我这么痛。有猫咪我不缺伤害，我多买个自然之力，女警的话点不了我几下。我要把名字刻在他们的骨头上，我要粉吧。要想办法先把这女警宰了，感觉先拿火龙龙魂比较好一点。你怎么单挑大龙去了？有眼的呀大哥。先拿火龙龙魂，再拿个大龙。究极治疗术，爽一个 W， 才300多护盾，我这个可牛逼了，1100的护盾，不知道这个加不加魔法盾。没想到吧，我都不掉血你们知道吧。
我操！我直接几口就奶回来了。你们看到我血条没有？我看一下，我因为吃一个 W， 回多少血？我一个 W 都得回500。65000。先再看一下我在高地这波。这操作就非常的冷菜，兄弟。这操作就非常冷菜，一人一下，直接全死。楼灿，兄弟们，先把楼灿打在屏幕上。你看我的护盾，这护盾也太厚了。我看一下这二连捅，这是平 A 二连捅啊，这三个人还站在一堆，我炸到了万豪，我操，全残了。哎，这个人头是被弹死的吗？楼灿。